人工智能呢，被很多人认为是继电力和互联网之后，将对人类社会产生颠覆性影响的技术。 一家位于硅谷的新锐人工智能公司，他们的机器人可以说是机器人界的网红。你们的这个小米机器人最大的优势在哪里呢？那其实最大的优势呢，就是智能的这个视觉部分，它可以就说在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环境下躲避这些障碍，然后都能够在里面自主的导航。这里是Vivi闯硅谷，和你们一起用创新的力量改变世界。